我们的节目曾经介绍过很多特殊行业背后精彩的故事。哦，听你这么说，我们要去发现什么呢？这个行业呢，我们能够避免就尽量不要提到它。可是每一个人最后还是一定会用到它的服务的。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，殡葬业。 去！每个人都怕嘛，可是我们觉得呢，不应该去刻意避免他的。是，而且我们要介绍这一位从事殡葬业是一位年轻女生，而且很漂亮的哦。我跟你说，这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对这个死呢，不要有忌讳，要去探索去发现，对不对 ？Let's go。 哇，变那么积极啊！他赶着上车，哦，还上大量的，对吗？殡葬业传统上以男性为主，年轻女生很少进入这行，因此30岁的洪玉秀在他们当中显得特别突出。主修经济的他，却放弃在金融业发展，选择到家族经营的殡仪馆工作。 一般人提到这个殡葬业啊，就比较敬而远之嘛。那像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呢？其实我进来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父亲，他一往生了之后，就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在帮忙。这样我还有一个妹妹还在读书，弟弟还在读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打算辞掉我的工作，然后来帮我妈妈。那我们知道你之前做的行业是金融顾问嘛？就是其实为什么会进入金融业？其实首先就是我父亲 ，he's a man who believes in cash is king， 所以他没有留下很多保险给我们，所以那时候就让我发现说，现在的人就会为了将来而做打算，而做策划。所以我自己也本身想去学，就是有这个知识。那像你目前你踏入这个殡葬业啊，你每天所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呢？真的是从零学起，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说带我一起去看主家这一类，所以从开始就跟我的员工一起出去医院啊，或者出去主家的家里。 就是把往生者领回来的时候，到我们的护理中心，我都跟着他们去做大灵堂啊，或者说去学习怎么去做防腐，还有 makeup， 就从那边开始，然后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学怎么样跟主家谈，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身后事。第一次做的经验会不会有点胆战心惊啊？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往生者是，其实是我父亲。 哦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往生者有一个非常，以最庄严的那个仪容给主家看，然后将让他们永远记得那美丽的回忆。那我们知道你这个殡仪馆刚重新整修嘛？嗯，对，那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？对啊，当然可以。去世之后，一些人会选择在殡仪馆的大厅设置灵堂，让亲友来吊唁。 装修后的大厅让人感觉明亮柔和，改变灵堂是伤感的印象。设施方面有淋浴间和额外的房间，方便主家使用，设想还蛮周到的。哇，看那么舒服的装潢呢，其实跟我想象中殡仪馆其实很不一样。但是这只是一个硬体上的变化，对不对？那据说在这个仪式上的一个转化的时候呢，也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啊。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装潢会比较摩登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改变一些，比如说它的那个帘布啊，所以当时我们改的时候，稍微他们主家是问说，这样子行吗？可是透过就是主家的意见，其实他们都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装潢。 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？如果说晚上我们摆香炉啊，现在我们是摆在冷气房的设施外面，这样子主家呢也可以有一个沙发在旁边，能够跟他们的至亲有更多的时间陪着他，而且我们也有这个无线上网 WiFi， 这样子他们也不需要说去赶去工作啊，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做他们的事情。那一般人要求的丧礼呢，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趋势？现在就比较就是选择比较个性化的，好像我们有一个太太，她就是很喜欢烹饪，也很喜欢就是 knitting， 所以跟她的孩子一起沟通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她的烹饪的那些物品啊收集了之后，就在摆设在那个殡仪馆。这个 Andy 她喜欢烘焙，所以我们就特地用花来做一个蛋糕的这个造型，然后放在灵堂。 这样子，当探山者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到，就是会怀念到这个往生者生前的嗜好。玉秀说，个性化的葬礼在国外比较常见，而且主题多样化。他相信这个趋势也会在本地出现，未来会有更多人愿意安排有别于一般、能够凸显个人风格的葬礼。说到丧礼。
礼是我们每个人以后都会去面对的嘛，我们来想一下以后自己以后的 party 主题是什么。我希望就是不要为了我已经不在了而悲伤，所以因为我的嗜好是在消失男性，所以我是希望就是有一个 live band， 然后对，就是这样扭一道朋友啊，他们都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送我最后一程。很汪哎，真的很特别耶，说要来的时候一定要先，比如说要鞠躬，要先穿上那个草裙舞的那种，怎么办？没有，有两下，你知道？走进来那一米呢，一定要跳一下。然后再敬礼，对。本地最常见的安葬方式是土葬和火葬，这两种方式都能让后人前去祭拜。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为亲人举行海葬。玉秀啊，在新加坡有什么地方哦可以选择进行海葬这种仪式啊？其实新加坡有几个地方，可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樟宜伟。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呢，就是入土为安。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海葬呢？其实也因为是往生者他们的遗愿，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去麻烦他们后代去扫坟啊，还有去拜祭啊，所以他们就选择以这个方式，然后也同时他们也是希望这样子也可以环游世界啊。环游世界这个观点还不错。对啊，可是我在电视上哦都看到那些人拿着骨灰很潇洒这样撒进大海里，到底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其实在新加坡我们火化之后就还是会有骨，所以如果说要就是把它磨成骨灰的话是需要一些仪器的，所以通常我们在新加坡做法就是把它就是放在海里面。所以电视都骗人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还想如果风往我方向这样吹，我这样撒一下，我不是吃到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电视哈、哦，不要真的太相信。怡韵姐真的这样漂亮咩？对不对？她这样美咩？对啊，你朋友这样胖咩？对啊，我本人很瘦的哈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喂。为了了解国外殡葬业的发展，玉秀经常出国考察，吸取经验。他也会引进新的产品，例如这种特别为海葬设计又环保的可降解容器。设计成如贝壳的容器是用来盛放往生者的骨灰。贝壳容器随着海浪漂浮，慢慢地沉入大海，为简单的海葬仪式多添一份庄严。之前呢都没想过要了解这个行业，不过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没错，现在这个殡葬业呢形象一直在改变，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。对，brother， 你看我们东师大发现第五期了，已经快结束了。别哭，你可以考虑这行当副业啊。啊 ，this job 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很适合，你有没有才华，你可以策划当司仪，又可以唱歌。哎，对，这个唱歌部分你可以唱这个等你等到我心痛，一路上有你啊。还有这个什么吻别啊，潇洒走一回啊，好好练练啊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你们别误会，我说我等《斗士大发现》第六系列回来呢。大姐把我的心上了。